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弟子规》的学习呀，进入第三个大主题景的部分。那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探讨到我们教学在两纲八目当中是属于利益社会治国的部分呢。那我们前面呢，也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要下这些功夫，才能够真正的利益到学生。那格物革除物欲革除我们的习性，就好像佛家常讲的，放下分别执着，我们不放下分别心，提起平等心，那我们要利益孩子就难了，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好的我们就特别溺爱，不好的我们就排斥他。我们用这样的分别执着心那不可能有孩子得利益了。你疼爱他的孩子，恃宠而骄了。你忽略排斥的孩子，他没信心了。所以，我们心用对了，才有可能利益到学生呢。所以，景这个部分用在我们教学上也是特别重要。我们一直在强调自爱才能爱人用自己的明明德才能亲民所以这个景我们在看这个京剧的过程还得从自爱做起不能看着这个句子都谁谁谁没有做到了。先不着急别人要先提升自己。哪怕这些句子我们做到了，也要守中恕之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们打开镜头的同道不是很多好，上一节课跟大家谈到我们可能一不注意就会出现执着点一不注意可能我们就会随顺
本来的习惯，没有随顺经典的教诲了。哦，佛家有一个词啊，强者先谦呢。毕竟呢，我们还没学以前呢，那个习惯、那个力量呢，也是挺强的了。哦，就像啊，承德这一两节课啊，哎，跟大家有提到《礼记学记》的教诲。导而弗谦，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哎，这个是随顺人性的教学方法。啊，我之前呢不够重视这一句，啊，这个也是我的过失了。哦，因为之前觉得，哎，他这个当父母老师的谈的都是经典的内容也没有谈不对的，哎，但是呢，并没有符合啊这个教学法。后来是发现了许多学了不少年的学子啊，悟性受到障碍了，才觉得挺严重的。哦，哎，都是用命令式的啊，权威灌输，否定式的这种言语啊，哪怕讲的道理都是对的，那把孩子的悟门呢，堵住了。甚至于这种命令式的，那孩子都不会自己思考了。啊，就是你怎么交代，他就怎么做了，都非常被动了。啊，你不交代，他就不做了。所以爱之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哎，那我们当父母老师的，看到这个京剧啊，我们拉回自身呢，哎，自己是循循善诱，还是啊揠苗助长？哎，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心平气和？啊，循循善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状态了。啊，假如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呢，很容易动气了，那可能就不是导而复谦了。啊，动气有时候言语就会伤到学生了，就不是强而弗抑了。强是鼓励他，啊，不否定他。啊，开而复达，开是启发，啊，不是一开口啊，停不下来，滔滔不绝。这个都是我们谨慎护念学子。那要护念好学子，首先要谨慎护念自己啊，不能再随顺本来的一些习惯了，啊，要跟经典相应了。好，今天大家是很怕见我是吧？啊，怎么都没有人开镜头啊？当然，这个时候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哦，也有可能大家在吃饭哈。哎，对不起，对不起。
哦，假如是吃饭的呢？民以食为天啊，食饭皇帝大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用餐，这个也向大家致歉啊。好，我们看景这些句子。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啊更严谨更从容更简约，哎，这些都是修身养性的重点了。早起早，夜眠迟，劳逸致，惜此时。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尤其呀，身教重于言教。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探讨情，有没有感觉自己变了？诸位仁者，这段时间你亲戚朋友有没有说你变了？比方说，劳逸致惜此时了。现在随手拿一本口袋书一有空呢，开卷有益的学习了。熏习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一不念佛一不熏习经教就容易打妄想。打妄想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我们得慎重一秒钟的影响，一个念头的影响。真正体察到了，不用人家叮咛了。知道克己复礼重要克念作圣重要了。圣狂之分呢，在一念之间呢。一有时间，我念一句佛。黄念祖老居士说，抢救。念得一生，就是一生了。念得一句是一句。说得一句你不念佛说闲话了，就废一句了。而且一句佛号，真心念了，灭80亿劫生死重罪了。不念了，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须臾被念佛之心呢，刹那即结业之所了。结什么业？结轮回心，结轮回的业当然了，你每天呢很忙。并没有太浪费时间，但是也不能因为忙变成不念佛的借口因为假如忙不念佛了，这样定力怕不够，黄念祖老居士说要把念佛摆第一。有道理你不把它摆第一，我们无常一来那念佛摆在第二、第三那无常一来了，我们就随着那个第一去投胎了。
再来，我们不念佛啊，心不够定啊，我们处理不好事情了，我们跳不出处理事情不妥当的恶性循环啊，因为我们心不够定去处理的事啊，很可能还要来收拾了。啊，假如我们觉得啊，活得很累啊，啊，好像处理这个事，好像后续还会有麻烦再来，处理得不干不净啊，那很可能就是那时候的定力不够了，所以定要习呀，要习定啊，怎么习定？念佛，读经。都是习定了，甚至我们做事啊也是习定了，啊，我们很专注的去做，啊，不能事情很多啊，但是做的时候心都是比较散，做什么的时候就能全神贯注啊去做，啊，养成了一种习惯。啊，尤其我们是当身要成就啊，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啊，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那晨闭关兼漱口，便尿回则净手，关闭正纽闭前袜与履。聚精切，哎，这些都是自重、自爱啊，重视自己的整洁呀、衣冠呢、自重者人重啊，自敬者人敬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啊、哦，比方说今天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能不能从他的整个衣着啊，他的外在的形象啊，感受到他是比较散漫，还是比较严谨？能不能感觉到？哎，是可以感觉到的。哎，哦，所以不自爱啊，那给人的印象都不好了，啊，也不会让人家信任了。哦，那自观浮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这一句啊，我们不落实的话呢，常常都得找东西了，常常都会啊，慌慌张张啊，尤其要出门的时候找不到啊，还会发脾气啊，上火了。那我们修学之人呢，得要学颜回了。因为不贰过啊，不能让同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那这个就不是修行的状态了。啊，修行是修正行为那经一事长一智了，不能再犯同样的问题。啊，尤其啊，当我们犯同样的问题呀，有可能会伤到别人，影响到别人。我们真正尊重人了，不愿意因自己啊伤到、妨碍到别人的事。
哦，所以有一次啊，就觉得，哎呀，太惭愧了啊，啊，请拍谁啊，很不好意思了，不能再第二次、第三次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哦，所以我们有爱敬别人的态度啊，啊，要改一个习气呀，比较容易哎，一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啊，这个都是属于衣服。啊，饮食的享用了，这个从景来讲啊，就是懂得节俭，不是铺张浪费了。啊，我们小时候啊，都读过一篇文章训俭示康。啊、哦，司马光先生写的，里面有一句话讲到：“俭者德之共也。”啊，所有有道德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修养，就是节俭，不奢侈浪费。啊，有一句京剧啊，我们也常聊到啊，“力揽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啊，不管是一个朝代还是一个家，啊，他能够兴旺起来，节俭，为什么会败？开始奢侈了。那这些转化到我们教育学生跟孩子的生活细项啊，那就很多了。哦，所以《弟子规》再展开来，可能是我们面对学子点点滴滴的这些生活情境啊。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啊，有可能孩子吃饭了，都掉在桌上诸位老师啊，这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啊，你们在学校里面的情境啊，有没有哪个情境，您有用到？景的句子来引导学生的呢？你们的学生都已经到了圣贤人的境界了，是吧？哦，你们这一两个礼拜都没有用到。哦，因为我们学了就要用啊。哎，而且，我们每一个礼拜一起来切磋探讨相关而善呢、啊。哎，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哎，这一个礼拜刚好遇到哪一个情境你有用《弟子规》来引导学生？啊，这个也是当其可之谓时啊，机会教育点。有想到了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啊，不会，大家现在是脑中一片空白吧？啊，那假如是这样啊。
那就是平常法布施做得太少。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哦，不会想什么事一片空白。哎，哦，这个啊，感谢净坤哈，他每一次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哎，有请贾老师啊，他也有在教小朋友，有请啊。师父周末吉祥，诸位前辈吉祥，诸位同修吉祥。净坤恰好这个礼拜五，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德育故事《石夫拜虎》。明朝的石夫拜虎，在他路遇到山中老虎，衔着他进了丛林，老虎把他放下，然后蹲坐在一旁的时候，石夫遇险不乱，非常恭敬。没有言语，用行为去拜虎，然后再娓娓道来他不舍自己的父母，同时有信义，等让父母颐养天年，再来让老虎来吃他。所以呢，这个就非常能够体现石夫他在平时的日用之间就非常的恭敬。我们说礼的精神就是无不敬了。所以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丛林20要则》里说，遇险以不乱为定力，说明他的恭谨的这个心，念念恭谨的心，会培养他在遇险的时候保持这个定力。小朋友们后来就一起观摩了一个实际的影片，是一位骑摩托的少年遇到大象的象群，然后因为摩托车的噪音，导致了象群的惊慌。可是因为这一位少年，他能够恭敬地去向象群道歉，最后又化险为夷。这是静坤想，同学们的反应也是觉得，在平时当中，谨慎是保身第一要法。这是静坤今天为诸位斗胆共享一下这个礼拜关于石夫拜虎的一点教学心得，谢谢。好，谢谢贾老师哈、哦。这个是透过故事等于是说，一个人能在危急的时候保持镇定了，一定是他平常的功夫了。他平常就严谨了，不可能是临时抱佛脚啊。哦，那当然，这个拉回来我们身上了。哎，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怎么会忍不住脾气呢？那应该是平常我们就没有勤练功夫了。平常我们的心没有佛号，没有定啊，你遇到一些情境了，就很容易情绪会上来。哦，俗话讲的，平时如战时啊，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所以以后我们的学生能不能干总裁？能不能干大事啊？哎，现在可以看出一些端详啊，他能不能临危不乱？能镇定从容啊！有没有培养出“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哎，这个在《格言别录》啊，这本书啊，真的很好啊，大家可以多看啊。有口袋书啊，印得很精美啊。不使一秒钟空过啊！一有空翻2句啊，都有无穷受用啊！哎，一个老师手不释卷呐，你的学生一定受到你的感染的。书上有说啊。
青天白日的结义呀、啊，自暗室屋漏中培来。啊，他有遇到大的考验的时候，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从他慎独的功夫当中呢、啊，暗室屋漏中啊，培养出来。啊，玄乾转坤的经纶，他有玄乾转坤的能力啊，自林深履薄处得力。他平常做什么事都是战战兢兢，很慎重。直虚气如直影啊，就是在这一些地方培养慎重的态度，宽转弯，啊，勿触人。哦，拜托一下大家讲故事啊，尽量跟《弟子规》要拉一拉，哦，哦，因为毕竟《弟子规》是行门嘛，哦，这些京剧呢，重复的，在一些机会点，哇，诸位老师，你们真是非常 lucky 啊，啊，你们这2个礼拜啊都没有学生跌倒，都没有学生擦伤。哇、哦，你们的孩子都太优秀了！哎，这些情况出现了，哇、哦，把这些京剧一提起来啊，孩子就会印象深刻了。德言别录当中呢，还有提到，好像是刘植斋云。一个人的存心养性啊，啊，修身养性啊，存心养性啊，需要耐烦、耐苦、耐惊、耐怕，方得纯熟。啊，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什么感受啊？啊，大家遇到惊跟怕的事会怎么样？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看，一个人修养自己啊，都要经一番寒彻骨的啊，啊，要耐烦。啊，教学的人不耐烦不行。哎，啊，你不耐烦，很容易就，我都跟你讲几次了，你怎么讲不听啊？火就上来。嗯，耐苦啊，耐得了辛苦啊，以苦为师啊。啊，现在解决孩子的行为问题啊，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啊，现在要带众生苦啊，很有耐心陪伴他。啊，还要处变不惊。哦，比方说，你站在讲台上，啊，突然。啊，有个孩子慌张跑进来，老师，老师，啊，给你讲一个事情，哎，你马上，哎呀，我就慌掉了，你马上那个紧张啊，就传给全班同学，哦，还是你在当下，哎，不要慌，不要慌，安定从容，哇，这种身教啊。可能学生呢记一辈子了，啊，我就想到我当时候教书的时候，啊，那个女学生爬上去要拆那个最上面的玻璃下来，啊，她弯着头看着我，老师能不能拆？我说不能。
我话讲完没两秒钟，咔，他就拆了，就这样下来了。哦，那整个玻璃就碎了。哎，这时候不能慌哦。哦，我感觉啊，我平常没有这样的定力啊，可能是因为啊，带着学生念文昌帝君阴字文啊，印光祖师很推荐这两本书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字文》啊，所以当下还比较安定了，可能都有这些佛菩萨、神明加持啊，他们的祖先啊，孩子们的祖先加持了啊，比较安定了。看学生好像要过去有什么动作，等一下，通通不要动啊！先把那个女同学拉出来啊，因为玻璃碎在她的身上了。哦，然后赶快拿扫把。学生一急呀，拿手去碰，到时候割伤了怎么办？哦，常常跟大家提到。世事是好事啊，随缘妙用啊。哎，这个玻璃砸下来碎掉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没有好坏。啊 哦，我们老师在那个当下定得住，哎，当下能用真心，那就没有坏事了。啊，哪怕是逆境恶缘，哎，那学生孩子也看到我们怎么去面对逆境恶缘，啊，而且看了他们可能会印象深刻啊。好，啊，所以大家以后不要怕惊啊，要耐惊。还要耐怕，怎么耐烦？怎么耐苦？怎么耐惊？怎么耐怕？多念阿弥陀佛，这些能力就会提升了。六字统摄万法，啊，我们理明白了，事怎么做？多念佛啊！啊，我们很急躁怎么办？多念佛这句六字统摄万法，我们体会的越深呢，一有时间呢，就愿意念了。好，哦，那这个京剧里讲了，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为丑。哦，那从小他就要理智不能做会让自己失态失控的事情啊。哦，那不从容立端正。依生缘，拜恭敬。哎，以前教出来的孩子是小大人呢，是这么教出来的。啊，一切言动都要安详，时差久错，只为慌张。我们老师啊，假如性格急呀，那一定要下功夫啊，来改给孩子、给学生的影响啊，它是潜移默化，而且是无形的。比方说，当父母的人急躁啊，那孩子或多或少都受影响。哦，那种急的磁场啊，会传递开来。
啊，像老和尚啊，我们身边的人呢，啊，有时候慌张的从老人家面前走过，啊，老和尚会当下提醒了，不要跑，慢慢走，慢慢走，就是提醒我们呢，一切时候啊，心都要安定，不能急躁。啊，安稳光，啊，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光相应哈，阿弥陀是安稳光，安定从容，啊，阿弥陀佛呢是智慧光，啊，所以我们教书呢，不能意气用事。不能感情用事，啊，要用理智，阿弥陀佛是欢喜光，啊，我们每一天要上班了，哎呀，真欢喜啊，又能跟这么多孩子一起学习了，哎，哦，不能，哎呀，又要痛苦一天了，是吗？哦，所以这个十二光佛跟我们当老师有没有关系呀？心安众生安呐，我们的心都不安，怎么安学生呢？哦，老和尚有一次在全球这个佛教论坛里面呢，发表主题演讲。啊，心静，国土静；心平，天下平；心安，众生安呢。哦，所以十二光佛有清净光、心静、国土静呢。我们现在处的是功利社会啊。孩子小时候能够扎下呢，重义呀、轻利轻欲啊，他才不会被利欲给控制住了。哎，这都是父母老师的身教啊。啊，自己有回想到啊，啊，像父母啊，对自己呢，是无求的付出，这个对自己一生的影响非常大，很受用，因为啊。付出呢，没有想从谁的身上获得什么，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哇，现在想想啊，太感恩父母了。为什么？诸苦皆从贪欲起啊。你有所付出，有所贪求了，希望别人回馈了。就有得不到的痛苦。哦，所以父母老师这种无形的处事态度啊，那会影响他们一生哦。你父母老师得失心特别重啊，那我们的孩子说要快乐难。哦，所以这个静修捷要提到清净光啊，安稳光哈，智慧光，哦，还有常照光啊，我们给孩子的爱不能
晴时多云，偶阵雨啊，什么不能？哦，起伏太大了，要常照光啊。哎，我看可能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可以回想到，哎，在观察老师今天心情好不好，父母今天心情好不好。哎，这个是很消耗能量的。哦，假如哎，这个孩子从来不用消耗这种能量，哎，父母都是心平气和，老师也是如此啊。哦，我想这个孩子会很安定了。好。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容啊，这个一举一动啊，都不放纵，不随便。其实这个是首先是自爱礼敬诸佛啊，首先要礼敬自己啊。哦，哎，自己的行为都是很。随便放纵了，这就不自爱了。那我们谈到教学呀，比方说教学的内容，那老上呢有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小学学做人，中学学做事。大学学为政，然后上提的这个跟《三字经》啊都是相应的《三字经》有讲“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自四书，朱熹先生呢有编一本书叫《小学》，蛮厚的，我有看过，他其实就是《弟子规》在详细说明。你看《养正遗规》里面有“诸子同盟须知”，首先教什么？衣服冠履这个衣服就是前面的。冠必正，纽必结。哎，这些细节处啊，他都严谨不会很散漫。哎，不知道这些生活细节，我们有没有教啊？哦，那一天听到这个。王川老师他有回忆他妈妈从小连这穿衣服都教这个纽扣从最后一颗扣起来因为最后一颗扣的时候呢，是底下是对齐的，这样扣上来不会扣错了。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么扣但是这些细节有教到了，孩子从小他就会注意到这些小地方，你比方说要扣的时候，拉一下，对一下，再扣第一个，不然那扣错了然后去了，见客户人家一看，哇，怎么纽扣都扣错了？我看算了，事情交给他不大靠谱。勿这个勿见欲，勿必以，勿积聚，勿摇臂。佛门有一个词叫心行一如。他有这些行为他的心就一定是比较。
不庄重的，不谨慎的，他关照不到自己的一举一动了。哦，我们有时候在上课啊，不管是线上线下，哎，有看到同学打哈欠了。哇，跟河马差不多啊！哎，打完之后呢，他也没有觉得不妥啊！我真是哎，fool you 啊！我也很佩服他啊！哎，这个自我关照啊，就比较弱了啊！大家去想一想，假如啊，这是一个很有阅历的总裁，是吧？啊，他面试一个年轻人，讲着讲着，哇，他嘴巴一下来，你看他接着话还讲得下去吗？啊，不精细节呀，一个人不庄重自己的这些生活细节，中累大德啊，他德行不可能一直提升上去的。哦，就好像我们这个句子里面啊，这置冠服有定位啊，那等于是生活有好的规矩啊，你的房间、你的家才不会乱。哦，所以古代的故事是，有个小朋友啊，好像不到10岁吧，好像叫陈蕃是吧？结果。这个好像有客人去他们家了，看他房间很乱了，他说你怎么不整理整理啊？朱子家格言开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结果他回答：“我的手是拿来扫天下的。”哦，后来人家补了一句话，一屋都不能扫，怎么扫天下？哦，而且一个人的环境啊，都反映了他的心境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啊，千年十二守则有说啊，整洁为强身之本。青年十二守则，大家记得吧？啊，不能还给老师哈、哦。那个教师节快到了啊，928。嗯，哦，你假如那一天打个电话，老师哇，你以前跟我讲什么讲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哇，你老师一定非常非常欢喜，很欣慰啊。啊！我讲这句话，居然我的学生30年之后还记得啊，50年之后还记得，哎，最近记忆力也比较差了 哦，那这个青年十二守则啊，静一静还是可以想起来啊。这个都是谈根本的，什么为什么之本？哎，这12条打开呀、啊，那就是，可能是《四库全书》教的重点了。啊、哦，这些总结的教诲啊，不能忽视掉整洁为强身之本。啊、哦，我们看你早上，一起来啊、哦，或者吃完饭。啊、哦，你拿着布
啊，把桌子啊、柜子擦一擦，地板拖一下。哎，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哎，感觉呢，房间好像很清新，哎，感觉很舒服，很有精神。这很明显了。啊，假如2天3天都没有用，啊，你再去擦，哇，一擦，那个布上面都是灰尘了。那请问这些灰尘我们会不会吸进去啊？都会的。所以这个整洁为强身之本，真的。这2个礼拜啊，诸位老师有没有拿一个布啊给同学检查一下？哇，你看，你们每天在这样的环境，肺部受损是吧？哎，这个都是机会教育点的。那林则徐先生呢？他有讲"食无益”，很精辟的。这谈的都是跟青年十二守则一样，都是务本的。没有抓到这个本呢，我们教学生都变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了。哎，其中有一条。跟读书有关的，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啊，他的一举一动啊都不端正，他书读的再多啊没有帮助，他读的书啊跟他的一言一行脱节了。我有遇过啊，哇，读的书啊。真的是才高八斗啊！啊，我这一辈子再怎么努力读啊，我看也超没办法超过他了。哎，可是他不重视啊这些啊环境卫生呢、啊，一举一动啊，哇，他就显得。动作啊，都会比较粗糙，而且呢，会傲慢，哇，谈起理来，对人很凶啊，不考虑到人家的感受了，书学问，真的是一级棒的了。但是因为不注重啊，落实，行止不端了，啊，人家跟他一接触啊，本来觉得他学问很好，一接触，啊，言语都傲慢，不体恤人了，反而让人家内心很难受啊，落差很大，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他呢，对传统文化反感了。没有信心了，所以《弟子规》讲的“不力行，但学文”，没有去力行，书读得非常的多啊，长浮华，成何人？我们自己呀、啊，总结总结教学的路，我自己也回想。我们没有从这些与人相处的礼貌去教这些孩子啊。哦，那考第一名、考第二名的孩子也不懂啊，这些基本的应对进退都不会。那以后说要成事啊，不容易啊。哦，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啊，跳级生啊，他。很聪明啊！他年龄比我们小1、2岁
记忆力特别好。结果我去他们家找他，啊，我要离开了，我说我走了，啊，就在那坐在那不动了，也不送我啊，哦，他爸爸说你怎么赶快站起来去送一下同学呀？这些他也不懂。哦，所以父母、老师的就不能不教导这些啊，应对进退啊，傻傻应对进退啊，挺重要的。好，哎，京剧接着讲了：缓接连，物有声；宽转弯，物触棱。这个啊，进门的时候啊，慢慢的揭开帘子啊，尽量不要发出声响啊，因为古代它那个门有门帘呢，慢慢揭开门帘，避免发出吵人的噪音出来。哎，古人呢，在这一举一动当中呢，都柔软，不急躁，而且替人着想。啊，那个缓接连，物有声呢。啊，人不闲，勿事搅都是从这些生活细节培养。怎么爱人？怎么恭敬人？所以这个提醒自己呢，不要横冲直撞啊。哦，那这个帘也可以延伸到窗帘呢。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那个窗帘扯下来的经验呢？哦，当然有时候是它实在太旧了哎，这个也是要判断一下东西坏了可能有它的时节因缘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呢太粗鲁了，把它给扯下来了修行人呢没有大小事啊，这是只是一些生活的小事啊。可能就反映我们心的状态了。宽转弯，勿触棱。这个是走路的时候转弯呢，能离棱角远一点。慢慢通过。而且这么走视线呢不会被挡住。遇到。人挤的时候也不会发生推撞，然后防止转弯处突然刚好冲出冒失鬼这个其实在校园里面是要特别多提醒的，小朋友有时候一急了，他就跑起来了。那个一撞，有时候是撞的头破血流都有可能的。但是假如我们的学生都懂得，从容宽转弯去看，他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了。而且他走路养成的习惯会不会用在他骑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一即一切，他在某一个生活细节养成的态度，从容的态度，他就会用在一切时一切处了。
哦，那这样他也比较懂得保护自己人，啊，比较懂得安全人，啊，直吸气如直饮，啊，拿着空杯子、空的容器啊，不要倒着拿或拖着拿，啊，要像盛满东西一样端好。啊，动作也要雅观啊！啊，有时候遇到容器里啊盛的东西呀，却因一时匆忙啊，误以为是空的，猛地一拿起来，啊，就会溅湿或者烫伤身体，造成不幸的意外。以为是空的。哎，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常常出现“我以为”啊？哎，以为我以为会出意外哦，我以为会误了事情哦，因为没有去确认啊。现在的词不只要确认，要 double check。哎，这做事就很稳妥了。哎，啊，这个我以为啊，一定要把它改过来。好，入虚室如有人。啊，进入别人的房间呢，不管里面有没有人呢，都要先敲门或者提醒里面的人。啊，让里面的人呢知道有人来了。如果一时疏忽啊，没察觉里面有人，有时候你觉得应该没有，他刚好有呢。匆忙间进入他人房间呢，那就很尴尬了。啊，这刚好对方在换衣服呢。啊，我小时候就遇过这种情况。哎，我进自己的房间呢，那刚好有亲人刚好在里面，你连进自己的房间也要稍微敲一下，哦，哎，因为亲人到家里来呀，他刚好我的房间借给他住啊，你一下子那种惯性，你没有养成这些习惯的时候，就尴尬的场面呢，就出现了。让彼此啊看了都不知如何是好啊，哦，而且之后在相见的时候都很尴尬了，好，啊，事务忙啊，忙多错，啊，忙是心中纷乱，言行仓促紧张。那这个《弟子规》简说啊，这个作者啊，他这个王明荃老师啊，因为毕竟啊，这是对小孩开解的啊，他会拉到跟小孩生活相关的啊，理事结合。哎，他首先提到的啊，做事啊，必须先有计划和良好的习惯啊，譬如准备考试，要事先有计划的读书啊，及练习作答啊，这个就是跟他的学习结合了啊。假如熬夜用功啊，很难有好的成绩。啊，即使在小考侥幸得到好的成绩呀，遇到大考就张慌失措啊，错误百出了，不能有侥幸的心啊。啊，包含，哎，日常生活中啊，忘了带东西或者上学迟到，
常常是前一天晚上啊，不先整理，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或是早上睡得很晚，匆忙间出门，这都可能是学生的状况，不只是学生状况啊，也可能是我们的状况啊。我们学这个景啊。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务忙，忙多错晚，我们每天会不会遇到？要有不贰过的精神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惊慌失措的事情出来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常常匆忙啊，弄得身心慌乱，这个错误自然呢，没有办法避免。那物畏难，办事的时候怕困难，就会心中一直想要避开啊，不敢针对问题来解决，对自己没有信心呢。诸位老师啊，我们会不会怕事啊？还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这每一句呀，有身教，有言教，有境教，整个班级的氛围是境教啊。当然，首先是我们老师的身教啊。孔子有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是怎么办？怎么办？孔子提到了一个人遇到事的时候啊，没有想着哎，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我该怎么突破？他没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啊，孔子说：“吾莫如之何也已。”我也拿他没辙了，是吧？你一个人遇到事情了，自己打退堂鼓了，再好的力量都帮不到他了。我们不止不要畏难，遇到挑战的事啊，对自己幽默一下，老天爷真瞧得起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好，建立方法总比困难多的态度。定一定心呢，多去向人家请教。当然向人请教啊，不要变成了依赖别人。你自己要思维了，在请教过程，我怎么考虑的，妥不妥啊？养成依赖了，那对自己也不见得有长远的好处了。亲近了善友或老师啊，观摩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方法，不怕别人耻笑。开口向他们请教，再认真来做做看，给自己更多尝试的机会，锻炼的机会，不好意思向人请教我们就变成好面子了，这个面子一定要放下了，我们道业才能提升呢，心有余。随杂技呀，救人问，求却意。
这个面子还是很障碍人啊。好，我有一次讲课的时候，说有谁要把面子卖给我啊？哎，后来真的有一个学生跑来找我啊，说他今天下决心要把面子卖给我。好啊，现在各地面子的行情不大一样啊。哎，我们呢，修行人呢，这种敏锐度啊，觉照力要强。一个人这个好面子的念头一起来啊，整个身心就不放松。是痛苦的，不自在的。观自在菩萨，观自己当下自不自在，那一个面子拉不下来就不自在了，硬撑在那里了。哦，所以对自己念头产生身心的影响越敏锐啊，你真的不愿意随顺烦恼了。随顺面子，因为太痛苦了，太不自在了。啊，随顺性德啊，自在快乐，自己感受越深呢，越愿意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种事啊，别人没有办法逼我们。别人越催促我们，越反效果，得我们自己体会深了，肯去照做了。哦，就像物畏难了，你真正不断去尝试、去承担、去突破，你会越练了，感觉自己的潜能越来越发挥出来，你就越来越不怕了。哦，黄念祖老居士说，每一个修行人呢，都要经一番寒彻骨。啊，我们小时候都背过啊，歌也唱过梅花梅花满天下是吧？嗯。都背过，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好，哦，而且在认真做的过程呢，啊，告诉自己，人一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啊，自认呢，知止比较钝。但是呢，万万不可认为啊自己无法成才，要信任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啊，别人一次能办成呢，自己也有信心办成，再接再厉天下无难事啊！《无量寿经》有一段话，我们一定要记住：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大家记住了啊，还有一段呢，跟我们这个景篇很相应的哦。哎，《无量寿经》怎么落实呢？落实在《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啊，落朝作善，云何第一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是吧？你看一举一动，耳目口鼻，皆当自端，啊，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啊，物随事欲，
不犯诸恶，言行当和，身行当专。做什么事当专呢？直须弃，仁者也啊。动作瞻视，你看一举一动，眼神，动作瞻视，安定虚伪，不能匆忙。啊，接着提醒我们，做事仓促，败毁在后。这事务忙，忙多错啊！啊，为之不利，亡其功夫了。啊，我们不再仅下功夫啊，我们功夫练不成了。好，所以很爱《无量寿经》啊，应该也很爱《弟子规》啊。那你具体要落实，不能产生分别啊。哦，而且啊，大家觉得呢？啊，我们资质比较钝啊，好事还是坏事根本就没有好坏了，看我们用什么心去面对连浪子回头，他也金不换呢。那还是很可贵啊！那像陈德从小就是中文不好啊，考试都不及格啊，那也不是坏事啊！这样我能给大家一点信心。中文这么差的人也可以出来分享一点传统文化，那不是坏事吧？所以假如觉得自己资质比较钝呢，那代表这个时代传统沉船了，靠你了。因为曾子是沉船道统啊，生也鲁嘛。所以你在亲朋好友的心中是比较鲁钝的，结果你又学得很受用啊，那大家都有信心了。哦，没有坏事的哦。勿轻略，这办事不能轻慢，不能随便忽略了。这办事要求品质恭敬去完成。不管事后有没有人监督都要求自己做好。以培养表里一致、正大光明的心智。我们有发现呢，这个学生呢，人前人后啊，表现不一样。有人在的时候，哇，干得蛮认真的；没人的时候，就打马虎眼了。这个对孩子一生呢，障碍很大了。《无量寿经》也说啊，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啊，不能表里相应，它就是虚伪了，应付了。我们看这个。这个经里面都谈到打扫屋子，看一个人有没有侵略，怎么看呢？那个边边角角有没有擦？一看，哇，那个一擦，整块都是黑的那个可能都已经，3个月、6个月。通通没有擦过了。我记得好像当时候听
物自辈的法师，说韩馆长给他们检查，整理干不干净啊，都是检查这些角落的地方，一擦就知道了。那当然，我们修行人不能自欺啊，不能做什么事都是要应付别人的，那这个怎么修都修不成的。善导大师说，一切皆从真实心中住。那斗闹场觉悟净，邪僻事觉悟问。这些句子对于孩子来讲都很重要那当然呢，他能抵住这些诱惑他本身的正气也要很足。格言别录里面讲的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我们看看呢。我们会被外在干扰我们内功不够，定力不够。凡为邪所夺者，外面这些邪的东西我们会被它牵走了，皆正不足。我们内心的正气不够。古人这些话很有味道。用医学的角度呢，我们会受到感染，因为我们免疫系统不够强。你看这些道理都是相应的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这是《黄帝内经》说的这个王川大夫在啊，我讲这个话会有点虚啊。有点不能班门弄斧当然，我们虽然不是学医的，这些养生的观念呢，我们张老师也要懂。孩子懂这些观念呢，利益他一生。不然身体不好学业、家业、事业、道业都没有基础。不得靠健康他才能使得上力好，那我们在讲这一篇经文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举了很多老和尚的例子，包含老和尚也给我们举例子老和尚举了张家大师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老和尚赞叹张家大师用佛家的这个经文呢赞叹，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两句话后面还有两句。未比善乱人故现如是相。我们现在这种都市生活的步调就是快快快！我们在生活在其中，无形也会变得比较急。所以张家大师老和尚表演给谁看的？未比善乱人，故现如是相表演给我看的。那我假如不效法，那我就辜负了他们的表演了。人真的重情义珍惜缘分那就不辜负这些大善之士们
为我们的演说啊，表演跟苦口婆心的提醒啊。啊，老和尚常常提醒我们，不能心浮气躁啊，不能自以为是啊，很多这些应我们机的话，常常在重复。啊，我们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了啊。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